十五题，小华利用假日到休闲农场度假，他躺在软软的草皮上闻着草香，一会儿便沉沉睡去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小华感觉到有几只蚂蚁在手上爬，紧接着一阵刺痛之后，他立刻醒来，并用力拍打手上的蚂蚁。虽然蚂蚁一命呜呼，但是被叮处却起了红肿的小泡。蚂蚁叮咬之后分泌了哪种物质会使人的皮肤发红发痒？我们知道蚂蚁会分泌乙酸，蚂蚁的乙，那么这个乙酸是所谓的甲酸，它化学式是 HCOOH。 所以呢，第十五题的答案我们说，蚂蚁叮咬之后分泌了哪种物质会使人的皮肤发红发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酸。